咱们继续往下说。日前呢，江苏盐城的渔民呢抓到了一条怪鱼哈。这条鱼为什么怪呢？全身金黄，鳃上一共是有六只脚，身上呢还长着四条腿啊，这简直就是恐龙的缩小版。你还别说哈，那条怪鱼呢还真的是恐龙的一种，俗称叫做六角恐龙。我们赶快一起去看看长什么样。这条怪鱼全身金黄，头部相对宽而扁平，眼睛滴溜滴溜，非常机灵，两边突出的羽状鳃呈齿状横锯，鳃上共有六只脚，高高竖起，脚上还有漂亮的鬃毛。而让人惊讶的是，这鱼身上还长着四条腿，看它那一步一步的在水底爬行的憨态，简直就是恐龙的缩小版。像小恐龙的黄色的，喂呢，金黄色啊，金黄样啊，叫色呢，加个黄样子，红色。漂亮不漂亮？那怎么只连了龙的？这么条鱼，这条鱼虽然模样怪异，但它既能在水中划水，又能在岸上爬行，水中陆地运动自如。记者通过查询得知，这种鱼叫墨西哥钝口鳐，俗称六角恐龙，是水栖的两栖类，墨西哥的特有品种，因其独特的外貌、六角的羽状外鳃而著名，价格也比普通金鱼贵很多。反正这种鱼好像我在咱们花市也看到过哈，我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尝试养一下。是，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娃娃鱼是吧？对对对对。